好，各位阿弥陀佛，咱今嘛要来修持准提法门。准提的意思就是清净。现在对各位看经啊，七俱胝，什么叫做七俱胝啊？代表七百亿的佛。所以佛母代表什么意思呢？准提菩萨。那么一切佛要成就啊，那么拢修准提法门，乃至准提菩萨，那么跟他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一切诸佛的老师，那么准提菩萨跟他七百亿佛的老母同款，所以这个经叫做七俱胝佛母啊，七百亿的佛的老母，那么所讲的准提陀罗尼经。啊，所以咱今嘛要来修这个法门。首先，那么咱来了解什么要念准提咒，乃至念准提咒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经就写得真清楚。当然，准提经的翻译有五六种的版本，各位若有机会拢会使参考。不过，咱小段咧念的时阵啊，我们就不用唱的，我们用念的啊，因为呢，你用念啊，你可以慢慢去了解来对艺术。那么虽然你没法了解百分之百，至少你知道哦，念准提咒的功德力有那么大啊。所以咱每天就在念，是怎样？因为呢，用斋扎斋五斋用完，一定要念准提咒。所以准提咒是这个世间一切福报之咒，就是说啊，你要得到世间的福报，比如说大赚钱啦，一切如愿啦，身体健康啦，属于这方面呢，那么拢是念准提咒啊。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严了凡先生为了要改变命运，所以啊，断恶修善谦恭，这来得紧要紧哦。断恶修善，第三项要谦虚啊，啊，对众生的谦虚恭敬，这样来修持准提咒。所以改变你现世果报，所以各位呢，将这个咒语给背起来啊，行到什么所在啊，你的这个肉体啊变成佛庙同款，你行到什么所在，拢有准提咒的功德力来帮助众生啊。所以咱晓得每念进前啊，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念开经偈啊，咱就一句一句来念啊，希望各位哪念啊，定慧等持。什么叫定啊？你专心的念就是定啊，你哪念哪了解来的意思就是慧啊，啊，定慧等持。一般我们在诵经啊比较强调禅定，那念经定啊，那念大悲咒阿弥陀经啊，这样可以入定，可以消业障啊。那么念经就够加起力，但是如果咱慢慢念，那么一方面过来了解来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又有智慧了啊，又可以了解，从了解里面得到为什么要这样修持啊。所以来，我们来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来，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如是我闻，一时佛解梵，在名称大乘士多林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并诸菩萨及诸天龙八部前后围绕，悯念未来薄福恶业众生，即入准提三摩地，说过去七俱胝佛所说陀罗尼曰：南摩萨多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达唵遮利朱利准提萨婆诃，若有修真言之行，
出家在家菩萨诵持此陀罗尼满九十万遍无量劫造十二世众我无间罪悉皆消灭所生之处常遇诸佛菩萨丰饶财宝常得出家若是在家菩萨修成戒恨坚固不退诵此陀罗尼长生天去于人间常作国王不堕恶趣清净贤圣诸天爱敬永护加持若迎事物无诸灾恨仪容端正言音威肃心无忧恼若出家菩萨具诸境界三时念诵依教修行现身所求出世间悉地定会现前正地波罗蜜圆满具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诵满一万遍即于梦中见佛菩萨即吐黑雾其人若罪由众诵二万遍即梦见诸天士四射或登高山或见上树或于大池中找遇或见腾空或见与诸天女娱乐或见说法或见拔法踢法或食落饭饮白甘露或渡大海江河或生狮子座或见菩提树或乘船或见沙门或见居士以白衣黄衣覆头或见日月或见童男童女或上有如果树或见黑丈夫口中吐火焰共比斗得胜或见恶马水牛欲来抵触持诵者或打或举步走而去或食乳粥若饭或见苏摩那花或见国王若不见如是境界者当知此人前世造五无间罪应根诵满七十万遍即见如上境界应知罪灭即成先行然后依法化本相或三十或四十或六十依法供养求世间出世间悉地乃至无上菩提皆悉获得若有修持此陀罗尼当知未来成就处所有难无难悉地时集应于一境事以具摩仪涂一小坛随意供养以结界真言结十方界以香水一瓶置于坛中一念诵其瓶动转当知所为所求是成就若不动转其事不成又法起欲瓦碗以香涂于置于坛中专心念诵宛若转动是即成就若不动是即不成又法欲知未来事先涂一小坛另一具象福德童子早欲清洁着心净衣服以七句之真言加持香涂童子手又加持花七遍至童子手中令童子掩面立于坛中又取别花送真言加持一遍一打童子手背乃至二十一枚即问童子善恶之事
童子皆说右法宁静至于坛中，先诵真言加持花180遍，然后又诵真言一遍，一直打镜面，一镜面上即有文字线，说善恶是右法，欲知是善不善，成就不成就，取苏摩那花香油，诵真言加持180遍，涂右手大拇指面，诵真言身不断全，令童子观指上，现诸活菩萨形象，或现文字据说善恶。又法若人患鬼魅病，取杨柳枝或茅草，诵真言胡患者身，即得除愈。又法若患重病者，诵真言180遍，称彼人名，以牛乳护魔即差。又法若孩子夜啼，令童女又搓线，诵真言加持结21结，系于颈下，孩子即不夜啼。又法先加持白戒指180遍，然后取戒指诵真言一遍，一直打彼鬼灭者，满21遍，其鬼灭持走，病者除疫。又法若有患鬼与巨魔仪涂一小坛，以浮炭化地作鬼灭行，诵真言以石榴等编织，彼鬼提气持走而去。又法若人被鬼灭所着，或护病者身在远处不能自来，又念诵人又不往彼，取杨柳枝或桃枝或花加持180遍，使人将往病人所，以枝扶病人，或以花使病人嗅，或以花打病人室内，即去病者除差。又法若被蛇所咬，或奴及女鬼所食，旋绕病人诵真言，其病即愈。又法若人患瘀肿等及诸毒虫所咬，取檀香枝和土为泥，诵真言7遍，涂苍上即愈。又法若在路行诵此真言，不被结节伤损，一离诸二群兽等难。又法若斗争言松论理及谈论求胜者，诵此真言强胜。又法若于江河中行，诵此真言不被漂溺及水中恶龙魔蝎猿错等伤害。又法若被囚禁系闭者，诵此陀罗尼速得解脱。又法国中有疫病，7夜以油麻梗仙和苏密作护魔，即得灾灭国土安宁。又法若求丰饶财宝者，每日以种种食护魔，得财宝丰饶。又法欲令人敬爱欢喜者，真言句中称彼人民，即得欢喜顺服。又法若无一者，念诵即得一。又法意中所求，念诵皆得如意。又法若人身体之节痛，加指手21遍，摸处痛处即差。又法若患疟疾头痛，以加持手21遍摸处，亦得除差。又法涂一小坛，取一铜碗盛满净灰，令童子两手按灰碗上，持诵者应诵真言，本尊使者入童子身，其碗即转，即下童子日自节三步三昧耶印，诵三步真言，即取华石过与童子，
童子集于地上书过去未来世吉凶善恶及师托经论废妄难易真言意即得知解又把两军相敌于华皮树上书尺陀罗尼悬于竹竿上令人手把诵真言彼敌即破又把若女人无男女以硫磺于华皮上书尺真言令待不久当得男女又把若有女人夫不重取一新瓶满圣水于瓶中着七宝及诸灵药五谷白芥子以深薄细瓶颈以真言加持180遍令女人结根本印安顶上以水灌顶即得宠爱敬重非但敬重亦得有子媳再胎牢固行者每念诵时结大印诵真言印塔满60万遍所求之事即得满足观自在菩萨金刚手菩萨多罗菩萨即为现身所求如意或作阿修罗宫中王获得菩萨地获得常年药获得敬爱法成就又法于菩提道场于大聚之前诵此陀罗尼得见圣身共语与悉地成就得共彼同行及共同彼圣身又法于高山顶上念诵一句之变金刚手菩萨将此人领560人同共阿修罗宫寿命一劫得见弥勒菩萨听闻正法闻法已获菩萨地得不退转又法上比伯罗山云但有高山亦得有舍利塔向前念诵随力以香花供养起时已知生命从月一日至15日诵陀罗尼满30万遍取其满日一日一夜不时倍加供养至后夜即见金刚手菩萨将行人往至宫中为行者则是阿修罗库门入库中得天妙甘露受其日月又法宝阶从天人处宝塔行者其实闲绕诵句之变即见无能胜菩萨语言为说妙法是无上菩提道或见柯地迪姆将此人入至宫中与常年药还童年少端正可喜获得福藏大人许可因广利益三宝得一切菩萨安慰世其正道乃至菩提道场又法若人无树善根无菩提种不修菩提行才诵一遍则生菩提法牙何况常能念诵受持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化记录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简称生命基金会生命电视中区各中心联合举办心灵讲座点灯即慈悲施食恭请海涛法师主讲及领众时间定于9月10号星期三晚上7点地点在永进国小学生活动中心地址是彰化县永进乡中山路2段65号联络电话04-837-8206园林中心及04-720-0280彰化生命讲堂欢迎菩萨大德踊跃参加同沾法益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云林地区各中心举办放生、点灯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时间定于9月11号星期四下午2点，地点在斗六市南胜宫餐厅，斗六市南胜路301号，联络电话0553608270，0553608270，斗六中心，欢迎菩萨大德踊跃参加，过目佛恩，阿弥陀佛。那么各位读过一遍，虽然里面有一些字你可能没了解，不过呢解释本非常的多啊，所以各位从这里面你就了解说，哇，尊体九尊体法门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看到佛菩萨乃至做到真殊胜的梦啊，但是各位你只要老实修行啊，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按摩听，哎，里边安怎顶头安怎做啊？拿七宝啊、琉璃啊、就水啊，那么乃至大家悼念啊，哈、啊，自己结根本印啊，阿拜列神仙就听趟力啊，乃至破病的人，咱念21遍加持，咱的手，那么来个帮病苦的人，伊咪好，乃至这些人叫做鬼神，鬼神病啊，跟他当机啊，好像精神有问题啊，咱先念108遍加持这水。然后一粒米甲念一遍，将这个米甲担的迄个啊，身躯和鬼神啊所附身，这个人只要安尼担21粒啊，鬼神就离开伊的身躯。所以这内底各位好好啊，一句一句去研究啊，这就是修持法门。那么当然，准提法门类似密教的修行啊，不过咱大乘法本来就是显密双修啦，咱大刚再去做扎口带啤酒。乃至呢，十小咒啊，十小咒里面就包括了这个准提咒，当然嘛，包括往生咒、药师咒啊，乃至呢百字名言，都是这十个咒语啊，拢是咱大乘修行同要紧的。所以十小咒，希望各位呢，好好啊去甲背起来，好好啊研究。这就是啊，佛菩萨祖师甲咱讲的，利己利他最好的修行方法。好，阿兰今嘛要来。开始修准提法门，要念108遍。但是要念之前呢，我希望各位学习观想。什么叫观想啊？咱将头前这个准提菩萨给它放大。那么准提菩萨手有18只手，那么每一个手都有不一样的法器，我们今天就不解释了啊。但是呢，各位你看这个手啊，你无法度一开始18只手所代表的一切。你都记得起来，但是慢慢的观想，从2只手、4只手、6只手、8只手，一直开始想。2只手叫入世间、出世间，二谛融通；4只手啊，看了4只手，看到代表你四无量心修行会圆满。那么看了6只手啊，代表你6度波罗蜜不退转；看了8只手啊，代表你绝对入8正道得解脱。啊，看了10只手啊，代表实力成就。看了12只手啊，代表12因缘必定圆满啊，一直到18不共法，所以佛具足18不共法啊，而圆满成佛。所以准提菩萨啦，用这样子来那么吸引众生观想，头顶有5方佛帽，这个5方佛帽代表5方佛啊，阿处如来啊，宝身如来啊，毗卢遮那佛啊，阿弥陀佛啊，不空成就如来。所以让啊那两敲都一定要念5方如来啊，5方佛也代表成佛的5种智慧圆满啊，所以也叫毗卢帽。然后啊，准提佛母还有3颗眼睛啊，代表法远成就。所以呢，各位呢好好观想，这样你意能够专心。各位你个想看嘛，你跟他念佛好，跟他念佛好，佛的功德力就在你的生命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何况你将佛菩萨的经过，那么外相跟观想在你意识里面，你如果有观想到那么准提菩萨真习惯了。所以头前有这个准提经，这个准提经在从什么呢？就是我们观想准提菩萨时，用一开始当然是看真相，那么看完以后啊，就没看相，就看经。
伫个镜内底直直看，看到准提菩萨对镜内底浮出来。所以各位拄啊咧念经迄阵啊，有听到行住咧修准提法门啊，修到一个阶段，这个镜内底透过一个动住啊，这个镜内底显现出佛菩萨的形象，而且是讲出咱所要了解一切善恶代志，乃至未来的代志。所以修准提法门真简单，你只要准备一个干净的镜子啊，所谓干净的镜子要新的啊。然后这个干净的镜子啊，一面一镜，啊一面你给搭一张准提菩萨的相片，啊，那么这个准提菩萨的相片，那么你先看呐、啊，先观想啊，观想讲清楚啊，然后翻过来以后看镜子，看镜子修行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啊，有当时啊有的人把酒开起来度孤啊，那准提法门不见得要闭眼睛呐、啊，啊，你要直接看准提镜来的，那么看到。有准提菩萨的视线啊，这个借这个缘来和咱转心，由转心里面入观想，由观想里面跟准提菩萨的，那么经过生命合为一体啊，所以我们叫三业相应，辛苦那么清净。像各位今天修八关斋戒，如果各位愿意再打手印统后了啊，怕蚯蚓，准提菩萨的根本印啊，那么各位看就知，头顶头有啊。你要打手印，打根本印哈，乃至呢，一只手打金刚印哈，然后嘴呢专心的念准提咒，然后呢意识内底啊，意业内底啊，观想准提菩萨，看到那个准提镜，乃至把手开开观想准提菩萨。各位不断的这样子的修行，那么有什么好处呢？你也智慧啊，烦恼啊减轻啊，尤其是观想法门啊，我们大乘佛法呢比较重视啊，诵经啊。啊，念佛当然有无量的功德，但是如果你能够修观，啊，止观双运了、啊，那更是开大智慧啊！你对周遭的一切啊清清楚楚，佛菩萨的功德直接别的意识来对净化你意识，那么让我们凡夫的身口意跟佛菩萨的金刚身口意啊合为一体啊，这样子的亲缘来修行。所以各位今嘛手位有分一张准提菩萨的法相。那么各位也再提来观赏，啊，这张各位就要扎等于啦，扎等于呢后摆常常提出来礼拜，提出来念，提出来观赏，那是扎在身躯的啊。那背面就是准提咒。那么咱今嘛要来念万万一百空八遍，在各位十八关斋戒的这样子的功德，再加上咱今日哈林济人啊，一人念一遍，假设讲了六百，马上就六百遍。那么咱今日来要念一百空八遍啊，等于六百乘以一百零八，一加起来啊，就是六啊，那么六七万遍啊，这样子的功德啊，所以就经头讲的念一万遍就可以，不可思议，念两万遍更不可思议，所以大众念啊，参加大众共修，功德力更强，所以咱安尼念来回向往生的人啊，来回向哦，那么现世人。而且念到最后啊，我们还要洒净啊，这个净水大家一起加持了，把这个准提的净水啊洒在我们的身上，洒在这个牌位。各位顶头下掉啊，咱今日无法度啊，将这个准提咒，伊无要来参加，伊住咧台北，伊住咧美国，你只要现场，咱下面离开啊，拿了这边的一朵花或是一个树叶，把这个寄给他来闻。或是打在他身上，那么他都可以得到这种准提法的加持啊，归行马上离开啊，归行呢，你可以辛苦的背着今后医啊，啊，吃吃药，打打针就可以转化。鬼神不离开你安乐家，他还在你身上起作用啊，找麻烦呐 啊所以进来对写得很清楚，我们就照这样子。所以修道的准提救罪，该也在这里排位顶好，该也在这里消灾排位，他们一样。拢得到利益，这个准提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所以咱今嘛虔诚，那各位呢三分经，看好这一尊，看好你手上，然后我们静坐三分钟。那么静坐一定要观啊、哦、啊！各位看后啊啊，五方佛貌，三个眼睛，庄严的脸，十八只手打印，那么手上各得的宝瓶啊、法器啊、念珠啊、金刚杵啊。这些你观想偌济算偌济哈，那么准提菩萨这手好像在拥抱你，
一股的手啊，当你跟他观想你今天生命跟他合在一起，不断拥抱你，那么也要拥抱一切受苦的病苦的众生了、啊、所以叫准提佛母垂加护啊，那么来加持我们护持我们啊。好，我们现在静坐三分钟，各位眼睛闭起来，观想准提佛母在你的面前。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法在这个世间才有办法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所以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简称生命基金会。生命电视南区各中心联合举办放生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定于9月21号星期日上午10点开始，地点在旗津海岸公园，联络电话07-281-3333，07-281-3333，高雄讲堂。法会当日欢迎携带转经轮，提醒您自备环保杯及餐具，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参加。阿弥陀佛。好，各位阿弥陀佛。好，阿难今晚要来念准提咒，来，各位手上那一张拿出来，请翻到背面。那么翻到背面呢、啊，首先会有一个赞叹。那么让修身那边来，那么赞叹诸佛菩萨赞语啊。一开始呢，头面顶礼啊，气手皈依苏悉地、啊。那么这个苏悉地就代表圆满成就的意思啊。头面顶礼七俱胝，那么让几礼拜啊，700亿无量的佛啊，我们一一顶礼啊。那么我今称赞大准提，我们今天呢、啊、称赞准提菩萨的慈悲功德力，唯愿慈悲垂加护啊。那么希望准提菩萨那么来跟我们合为一体，加持我们护持我们，希望我们一切如愿啊。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念完就慢慢念，一开始100遍，一开始两块你都背起来了，你都背起来了，最好背起来以后你就打手印了啊，因为更容易入定。当然打手印两只手打根本印最好，不然就单手你的手腿抓不到的就打金刚印啊。然后慢108遍，那念到快到108遍的时候啊，那我会把这个水啊，那透过我们大家一起这样加持，希望也爱咱辛苦，希望也爱一切百味顶头啊。来，我们来念，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七俱胝，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加护。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南大智那安哲利主利尊帝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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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
须知难，他知他安格里主里尊里萨婆诃，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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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
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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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准提萨婆诃南无萨多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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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藐三菩提支那当支那安遮利主利萨婆诃。好，来，各位正手摕出来啊，打金刚手印啊，拇指弯下去，好，那就对了。好，来放在头顶啊，放在右肩，放在左肩，放在胸前，放在喉咙，然后再回向众生啊。好，那么请合掌。那么，咱念完准提咒，我们就希望咱这世上愿有法度圆满。比如说，昨天我们陈局长说，要伫嘉义起一个弥陀小学，啊，可能说你希望你的女儿考上大学，你希望你的某一位病苦的眷属可以好起来，啊，标准写点嗡哲里主里准提摩摩摩萨婆诃，啊，了解吗？啊，嗡哲里主里准提，希望生命小学，希望护身，希望某某怎么样？萨婆诃，萨婆诃就是你的心愿速速成就啊！好啊，各位各自发愿，列心愿，透过准提加持，一定速速圆满成就。好，对过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
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定力众心，我定力众心，一切该如观，一切该如观，该共行福德，该共行福德。好，请奉教啊，各位阿弥陀佛啊，简单的隆重的准提法会啊，希望各位呢变习惯，像咱都啊安尼发挥啊，那么无一点钟啊，非常的庄严啊，所以咱家己中心可能后摆啊，每礼拜都会有这种简单的准提法会，大家啊来共修，一个人就加一份功德啊。十个人，那么大家108遍就变成1000多遍了。那么你若法度一世人念90万遍，透过大家大众啊，真紧就圆满。那么累劫的业障拢消除，那无业做什么在世，一切自在啊。好，那么咱准提发挥，咱就休困15分啊。各位把准提经收起来，把那一张准提佛母带回家啊。那么自己也在修持啊，你那不要就准提做水哈，跟我们讲完哦，马进啊，等一下再来撒吧哈，讨金购物哈。那最后我们法会结束的时候啊，各位要提灰啦、醉啦啊，都经过加持好。